什么规矩？你来定。我定。对。我们打中路。打中路，什么英雄？盲僧，好吧。怎么回事啊，高星人？怎么就……哦，好。马上发，我们范总。怎么说？中路什么英雄？盲僧。盲僧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来来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饭吃了，我准备一下。这彩头怎么彩？3888，就输了就直接3800，直接转。这是不是太大了？那就1888。行，可以搞。可以吧？可以。我把饭吃好，你让我准备一下。OK， 帮我要个号，他没回，他不在。都多兰剑啊，多兰剑。对，多兰剑。1888，输了立马转账。立马转账。好，你一级学什么？我一级学艺。好，行，这把是很公平的啊，我也学艺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可以。一血这个一有啊。这个好烦啊，这个以后不能这么收了，这个你。就把我的所有游戏理解全部搞过去了。哎，那我们拼的是操作嘛，对吧？我理解没有你深，我承认，好吧？一血100刀，理解没有我深，先付款八百。那不行，这个叫这个知识产权咨询费。我先看一下你攻击，好，83，你学的是一。怎么了？哇，你回家？哎，我回来不及了。这波被你摸眼摸伤了呀！我不应该跑的。完了！啊！这么高！哎呀，难受啊！哇，这波我操作天秀啊！感谢。操作天秀，然后给一个小红包，再来吧，过个小年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可以，再来一把。还玩什么？玩点，我们玩点操作的好吧？这个英雄好玩。什么英雄？我们玩个亚索。行。好，我们搞个亚索，好吧？1888转过了。三局一转，好吧？三局一转。一次性转是吧？三局对，好，好三局，那你先不着急收，来来来来来，你符文天赋是一样的，好吧？当然是拼理解。哎，这个不行，那这个玩不过，玩这个玩不过。一样的，好。多人剑。好 ，OK。爷爷把爸爸杀了吗？今天，把爸爸杀了。这把暴锤，黄丝袜小刘。很有信心现在，亚索在刚经历了一轮失手之后，现在又很有信心。信心不是很大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呀！溜了溜了溜了！怎么没抽到他？没对啊，怎么就溜了？为什么没抽到啊？这不跟你说，没护盾了。直接跟你上线，谁跟你搞这些东西？哎，
溜了溜了溜了，哎，又回来了。哎，过来，哎。这个提前八点水在哪里烧？没有啊。哎，干嘛？谁说的？对我先，哎，哎呀！帕萨基，哇，这把怎么回事啊？哎！玩到塔里去了，怎么回事呀？哎呀，完了！哎，这风筝！很伤。那怎么有你细节啊？拜拜，来，敢不敢闪我？哎，不敢闪我，哎，哎，恭喜！我不跟你打。给我多个短剑，给你打喽。我补到赢你了，金伦怎么办？你再不出来，再这么猥琐，不急啊，还早呢。赢了吗？哎，好，赢了吗？哎，老子赢了！哎，好，怎么说？一比一平，可以。哎，哎，拉闸拉闸！下播怎么说？选哪个？下播啊，你来，你来选好吧？我选，这样，妖姬怎么样？妖姬可以，妖姬可以。好，请来，来老。
是技能学的不一样，好亏。哎，这个学 Q。学 Q 你就垮了呀。嗯，垮了。Q 你觉得我学 Q 我垮了？你垮了呀。你 CD 短一点嘛。你放三个，我放一个。哎。这个那你就打不了，来凯文。好，我先。哇，你怎么回那么多血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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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什么啊？算不算宝贝？什么？相信啊？你这都算不算？过不过？飘不飘逸？不亏。怎么打我比我打他痛呀？啊，这炮车好痛啊！哎，很烦，这小兵好痛啊！哇，触饭盒，太恐怖了吧！丢了吧，丢了。怎么他妈小好耗不过他呀，我操。因为你没踩到呀。
他这一套也太痛了呀，溜了溜了溜了。哎，舒服。哎呀！哎呀，这个他！啊！为什么感觉？来！蓝色。可以，我可以小张，我们再搞两把自选的，好吧？自选的。啊，自选的。自选的有点没信心。哎，为什么？1-2，怎么样？搞两把，我们要有那个有游戏理解的战斗，好吧？嗯，我先想一下，我选什么英雄？搞个3888。不搞，我输的概率很大。不搞。不会。不搞。这样一把，好吧？一把。好，搞888。1888不变，不变。888。1888不变，都不变，不高也不低，好吧？好好好。也不降。嗯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我选什么，看什么英雄就知道输赢了。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，那不一定。你选的啥？妖姬。可以。你选的什么？集成女警。感觉没了呀。不知道你会选这个，我也想选这个。好烦，被这个逼算计了，很烦。不好搞。我只能把你给杀了。只不过是镜花水月。好打。我不补刀，不补刀。我会吃你吗？哎，小张一波。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安琪在那跟你，不补刀。这能打到吗？接下来干嘛？不活，一刀，好了，你没了，宝贝。这可没说到，好伤啊。
你很狡猾，不是吗？忍一手，暂时不跟你打。给我。包门包门啊，哎，包门包门，可以可以，包门很舒服。哇，这把你必输，这我没看你。哎，好的，很舒服，很开心。来来来，还过来还过来。OK， 二比二，我不收就行了。啊，好好好，二比二是吧？二比二比二。行 ，OK OK， 好，那我不来了，不来了，不来了，就溜了，溜了就下播了。我今天12点播的。太捞了，下次再耍好吧，不捞二比二，对吧？你也决胜局，我们来把决胜局好吧？决胜局，对你二比二太垮了，憋五决胜局。好，那玩什么？我们选一样的嘛。啊、我们玩个上单好吧？上单啊，上单拼不过，拼耍把上单。哎、啊，上单真拼不过。上单拼不过。那中单，那随便选、啊、随便选，中单，还是随便选，我们选一样的。这样，盲僧再来一把。要不就跟刚刚一样的规矩好吧，还是中路。中路。对你随便选什么。随便选。我也随便选什么，对。你这把是什么？我这把机械先驱维克多。可以。你这把妖姬。还是妖姬。鬼畜妖姬二连搞。嗯。一局不跟你打。真的相信。哎，一百刀也算到，我这把狗起来打补刀了。哎，剑寻没出发。哎，这小兵怎么追着我打呀？很赚。我会骗你吗？一百刀当然算。哇，你炸了呀，你炸了呀。来试试。哇，我也打晕了。哎。你没得玩了呀！有把握。他们说是要整一下，因为……哎呀！啊！哈哈了，回声是假的呀，兄弟，这不可能回的呀。好了。怎么还有一张小兵？
这波有点伤，这波有点伤，你现在已经想杀我了，还这波有点伤。哇，我的衣放的太水了。压呀！不是吗？看到我很意外吗？我会骗你吗？二刀不齐，放得准了，可真难得呀。压一压，上打啊，好亏啊。你很狡猾不是吗？溜了溜了溜了，嘿，骗我！丢了，丢了，丢！哎，定了定了啊！定了定了。问题有什么？呀，没事。啊，这也能打到我？
听了呀。感谢白如水的超火，谢谢。怎么说？我们补刀延续点好吧，不然这把已经没了呀。好，一百多少刀？120刀，好吧。好。正合我意。就这么等着王明知道呀？哎哎，我不干了，导演。没大，不能跟他打。很好，他竟然秒我了，溜了。我会骗你吗？哎呀！外表可以欺骗些，呀，我的衣怎么放的这么垃圾？哈哈，干嘛？哎呀，难受啊！这没锁到，哇，太鸡巴菜了！我的维克多跟他的妖气太鸡巴垃圾了。哈哈，哎，干嘛？溜了。行，我撤了，这个就你把收了，红包正好，好吧？不在了吧？不来了，太鸡巴辣眼睛了！不来了，我打不动了，我现在状态急剧下滑。好吧，行，我撤了，你把那个收了，刚好没账，下次再战，好吧？可以。啊 ，OK， 我撤了啊，继续了，啊，拜拜，下次再追。溜了。